好，现在是傍晚了，4点多了，我们现在要下山，来到停车场，这个路线也非常的好。山明水秀。阿弥陀佛。你不要拍我。好。不要拍你！你走开！你在录影干嘛呢？这是我们的乾坤门，最主要的乾坤门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再见喽，拜拜。